大家好，我是陈林农，真心话大挑战，我来回答吧。你最近在听的三首歌？我是你的，我是你的，我是你的。喜欢大家叫你什么？叫我的人喜欢就可以了。近期最期待的一件事是什么？我想去拍戏。对，你知道黑猫警长孙悟空葫芦娃吗？孙悟空葫芦娃。最近与你最合拍的人是谁？农场。被农场女孩表白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开心。出道以来被粉丝问的最多一个问题是什么？穿秋裤了没？